回来啦，拿可乐，有可乐被喝走了。那随便画一张图，证明我还是会画画的吧。小雨 BGM， 那天看到他在 Amigo。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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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然后有点热。哦，这是过年，应该不是要穿短袖吧？希望过年都冷得要命。妈，讲了干嘛啦？你要看啊，进去就好了。画什么？边画，对，边画。就要画什么人设？嗯？哦，好久没画有脖子的，画起来好奇怪。我在听到这个 BGM 都想到那个手游广告。放置骑兵吧，还是什么？画他们这样干嘛啦？你给我钱我就画，好不好？来，你这边，你现在超级留言500块，我就画一张送给你，如何？你们有本事命令我画什么，啊就有本事付出点什么，没有错吧？而且我没有在点图，不然画我自己也可以啊。哦，就在画我自己啊。你是哪根筋有问题？你要不要冷静一点？还是我要冷静一点？不冷静我就关台去休息了。你看不出来我在画我自己吗？
算了啦，我看你打字我真的觉得好烦哦、喔。拜拜。请不要发无聊的言。妈的，是低能、欸。没开玩笑，这已经是触动到别的雷点了，好吗？每次都问说啊，不画谁谁谁吗？还不是啊，你就去找啊，不是跟你说啊，你怎么不跟那个谁谁谁一起拍片啊？怎么不跟那个谁谁谁一起玩？就一样的东西啊，气死！气到不会画画。想到叫我画画，啊，我就不会画图哦。你发现最近我都是分享别人的图，比自己画的图还要多吗？就不会画啊，已经找不到画画的那种感觉了。然后还想开委托，天哪！越补越怪。等一下，我换一首歌好了，搞不好就是因为这些歌让我心情很烦躁。不要。不知道他有本事也去靠北版靠北我啊，然后就会说有本事就是打输那个啊，他只是叫你画个炭治郎就把我给 ban 了，就是这样破啊，啊不要就说随便乱 ban 的，他只打个字而已什么之类的。现在的心情吗？不是，不是，不是。是礼拜一的事情，可是我的图就很不会，很不适合呈现那种图文的啊。现在已经剥离图文很久了，其实蛮喜欢画图文的。还有跟懒懒在讨论呢，想说我要不要画、啊、他当然是说那就画啊，不是啊，重点是他、啊、不会画画了啊，主要是也太热了啊。学理如果学那个冰沙画画就这样，现在上靠北版的都马斯求人家骂的，这很奇怪啊，为什么骂？我已经好不容易把这个坏习惯给改掉了，那要逼我把那个坏习惯给用回来。然后最近又说又跟酱油感情不好，是不是？没有啊，我们感情哪一次好过了？你们怎么会觉得我跟酱油感情很好？对不对？我们私下就跟台面上一模一样啊，没有在演的啊，要骂就骂。
你想被骂？不是当时就是有看到什么什么花泽香菜还是谁，丁公理会哦，然后就是宅男们要求被骂，说嗯也太 end 了吧。后来听了一下那个声优骂人，哦，好想被骂哦那种。没有，然后总是好听的声音被骂就算了啊，我这声音又还好，有什么好骂的，对不对？我感觉教主跟巧克力感情比较好，因为主要是我跟巧克力认识比他们还要久啊。巧克力当时还没 YouTube 的时候，应该说有了啦，因为当时毕竟在那个什么欲言又止的时候，其实当时我也讲了啊，当时其实我真的是运气很好，那时候是因为画图送给菜渣，然后那时候才有机会认识到大家。啊，也是因为当时我有粉专啊，所以比一般人还要幸运，才能认识到大家这样子，然后才可以认识到哈记啊，哈记巧克力他们。其实我跟哈记认识是最早的，那只是说巧克力跟他们那一群是我跟巧克力认识是最早的，应该这样讲。我先认识哈记，才认识巧克力，然后巧克力之后是因为歼灭战的时候才认识到哈记这样。我有画一张那个啊，哈记追苦力怕雪人的那个图，那时候就是刚认识哈记的时候送他的图，然后那时候他就开心极了，他说那时候是他上课回来。就是我画图画那时候只画两小时就送他，然后他就那时候就很真的是开心极了。我其实也很喜欢画这样画这样的手，红石口袋，我不是红石口袋啊，当时他。哈记是红石口袋啊，阿鱼干也是啊。然后其实当时那个谁 ，Chocomana 的也有邀我进啊，然后红石口袋也有啊。只是当时我真的就是不是很喜欢有那种团员是还好，可是就感觉那时候会有那种上下属的感觉。欸，那个被 ban 的你还在吗？还在的话两个对不起啊。等一下哦，应该是被 ban 跑掉了。那位长相守，我记得你也蛮常出现的啊，你怎么会那么皮啊，皮到被我 ban。哦，你还在哦。好啦，抱歉啦，那时候脑波比较弱。下次乖，不要再这样乱打字咯。不是啦，然后菜渣跟教主一起玩的时候，那时候巧克力常被霸凌，现在换他霸凌别人。也不是，因为其实当时巧克力就很白痴啊。因为当时他其实真的也是麦块新手，然后很多东西不懂，就也很皮嘛。那时候他怎么讲？比如说有些什么机关门还是什么 TNT 什么东西不要去弄，他就真的也是好奇想去学，就往往都是把东西给炸了还是什么，然后所以当时才都在欺负他什么的。啊，不过他当时真的也是学很快，他当时也是从。完全不会玩麦块，然后到现在玩成这样子。
只是我真的不能打 PVP 了哎、欸。像昨天玩 UHC 欢乐赛的时候，也看得出来我在砍发法的时候手机是在抖。其实我开始握不好我的滑鼠了、欸，所以我斗阵的时候才会玩仓鼠。仓鼠不用准度吧，反正你就体积那么大去撞人就好了。所以啊，当时巧克力也问我说：“繁星，为什么你不打 Apex？” 他说：“你斗阵不是也很强，然后 FPS 不是也很厉害的？”我说：“我现在不行了，已经上年纪了。”所以才像枪火重生那个，我觉得也不是靠准度的游戏，就是靠技能跟武器组合而已。但其实真的打准度要需要准度的游戏，我真的快不行。繁星，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学会用电脑画画的？电脑画画吗？你是说从滑鼠吗？小画家的时候吗？还是用绘图？绘图板的话是去年五年底的时候吧，是去年啊，就是十年前，应该是吧，十年十一年前，那时候虎年的时候才买了绘图板。斗阵不是纯射击游戏，可是斗阵的准度真的需要很明显。抱歉。low 也。low 的话吗？我也打 AIM 嘛、啊。那时候讲到就是有点气。当时在打 low 的时候，那时候我就是也很菜嘛。那时候玩提摩上路，然后我是算有点顺风的。就那时候有一个人也都是实况圈的，那时候是那个啊，就是五排。结果他们就是说什么啊，好啊，现在上路都不下来帮啊，啊下路也不上来帮啊，什么开始就骂一大堆。骂到最后说没有啦，跟女朋友吵架、啊，然后就开始把个人情绪带到游戏里面，然后就是说好、啊，现在提摩都这样子啊，啊顺风就不来帮忙啊，就开始骂一大堆，我就玩到很不爽，就开始不想玩 NG 了。有什么技巧去电会技巧？对啊，就是快捷键跟多练习而已啊。就是如果你今天喜欢一个人的画风，你可以去。不是说模仿哦，你可以去，也不是说学啦，你可以去参考他的话，你喜欢的部分拿来自己用。就比如说你喜欢 A 的手，哎 A 的眼 ，A 画家的眼睛 ，B 画家的发型 ，C 画家的那个手，你就把这三个就是拿来自己用，变成自己的东西。像我当时很喜欢，像我讲的嘛，我喜欢其实最早期我是喜欢那个游戏王的画风，再是通灵王，所以我说我那时候有一时期的手是这样画的。因为游戏王的手都是这样子的，都是这样子画，然后再是通灵王就是手是这样子。就是这样细细长长的，都是这种撇的很尖那种感觉。那怎么之后变成 Q 版的嘞？但是发现说我根本不会画正常比例的图之后就放弃。我是因为繁星才开始电会的，电会，那加油啊！然后那天巧克力其实
超级留言我是因为他那时候晚上要拍片，结果我那天就是都没睡嘛，然后又太累，然后再加上 SK 霸凌我，没有那个没有跳通知出来，然后那天不知道拍什么东西没有拍到，那糖豆人吧。有画过动漫版的吗？什么叫动漫版？我这样不叫动漫吗？哦，晚点还要出门一下，我要去那个交网路费，手机网路费。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大概是这种图啦，就是那天巧克力给我87块钱。还要去炸团团家。对啊对啊对啊。我的手怪怪的。问一下哦，不只是问问。如果今天呢，有一个人出道了，然后他现在也是非常，算是也不算非常红啊，就是红起来了。但是他以前的身份是对我很不好，但是你不知情，然后但是你又很喜欢他的实况风格，还是什么之类的吧？那万一这件事情爆出来的话，你们还会继续追他吗？就是继续看他的实况之类的。就其实最近有一个人，就是他是换一个新的身份出来，但他以前的身份是，其实应该算他当时太年轻吧，就我其实没有什么计较，但是就觉得说反正就是很多人也是都会在那种像留言下方啊，就是不知情的人会在人家留言下方留一大堆有的没的，像靠北实况好了，像明明事实就是那样子，还要人家拿证据出来。那现在就是证据一个一个就是都已经浮现了嘛，
然后还是有些人就是死鸭子嘴硬吧，还是怎样的，就是硬要护航到底，要不然就帮自己辩解什么之类的啊，只是要个证据而已啊，有什么好道歉什么，类似这一种东西。天使没有啦，不是啊，不是那个东西啊，我又不认识那个天使，白痴哦。他也不认识我啊，我说台湾实况的啦。就很像说今天那个人好了，他换个身份出道，那但是他成功火起来了，可是开始有人发现说他以前是这个身份之后，然后把事情爆料出来的话，你们会怎么想？就可能以前对我不好，但是又非得在实况上那个实况圈子经营，所以换个身份出来，然后是应该说换个圈子啊，像比如说我们是卖块圈的，对不对？他可能就跑去那个 low 的圈子这样子，然后但是有在看 low 的可能也是我的观众。他会不会就是因为他以前可能有欺负我、霸凌我，或是对我不好，然后被爆料出来之后，你们就会少去看他的台，还是照看？反正很像不干我的事这样子。以前是以前，现在，我也觉得是这样子的，因为我觉得做人不能那么记仇嘛。但是要知道，他以前做的事情是非常过分的那一种，多过分嘞！比如啊，这不是真的啦，就比如说啊，你今天学生时代好了，那个你被人家抓去厕所，然后叫你吞马桶水之类的，你可以变成以前跟以前、现在跟现在吗？因为有些以前的事情可能是不懂事吧，但是就会造成人家那个心理阴影存在，就可能或是召集人排挤你，这个感觉这样子。繁星刚开始画画的时候是以什么图开始画的？什么图？什么意思？我当时也是为了玩你画我才买绘图板的、啊、然后当时也是被人家说浪费钱了、啊、可是现在就是画得很开心啊。那当时如果没买绘图板，没有把钱浪费下去的话，我现在可能在实况圈混嘛，不过现在真的还在超商里面，还欢迎光临，然后或者是成为谁的干爹群里面的干爹，就这样子而已，这样平庸过着日子，然后一点梦想都没有。那其实我真的不会讲嘛。刚刚讲的啊，运气比较好，认识到他们。不然其实我根本是没有一个想法，没有个能力吗？你们看哦，今天如果我真的不认识泰扎、哈基他们，啊，就只是自己在那边开台的话，没有曝光度，也一定没人来看啊。先别说提声音或是画图好了，因为画画在这个台湾市场真的是。很运气呢，你看在退取开个画画台，你要嘛真的是声音很好听，要嘛真的是图很好看。但今天我有去开一个图，真的是超级好看的大佬，他开台没人在看，就三个人在看，其中一个还他自己，一个是我，一个他自己，一个是不知道是谁的观众，应该是他的亲友吧，不然就集齐了。真的是画画超强的哦。看有没有道歉，没有，对方没道歉。对方觉得说，对方那时候其实应该不是说对方啊，是对方的朋友找那个人，就是一起来
应该说好了，我讲啦，就是有排挤我啦。然后，因为当时就是认识了巧克力他们之后，觉得说我就是潘大大，然后就是看不起我，然后就是把我以前就是，比如说好，我在兔窝群好了，今天我在兔窝群是一个身份嘛，那可是我今天可能去别，就是兔窝群开始就是慢慢就是有知名度起来之后。然后可能在那个哈记或那个团团的群，然后就觉得就开始那边也开始红，开始认识哈记云还是什么之类的。然后可能在兔窝群就有一些以前跟我玩的朋友就会说啊，他现在也认识到他们的，不需要我们的那种感觉。然后事实上不是啊。然后那时候就是我回 DC 群，不，那时候是 RC 群，回 RC 群的时候，我的身份组就被拔掉了。然后就是他们的意思是说啊，你都已经认识那边的人，就不用回来啦、啊。还会跟喵哈一起学画画吗？就没什么好学的啊，看他的影片说时也可以学到啊，因为他的风格不是我想学的风格啊。因为我现在比较喜欢的是那个冰沙的李子冰的画风。我还要多久？嗨，雅思安安，对啊，所以当时我就觉得说，哦，好气哦。然后就觉得说，做人。有需要心胸这么小吗？因为我发现我真的是一个很会记仇的人，我比天蝎座还会记仇，我不知道为什么。好不好？我才是天蝎座吧？九月根本不是我出生啊！那再来是那个对方的朋友，那个就是说号召来霸凌啊排挤我的人呢、啊，他来道歉的。原因很好笑，他就说繁星，先说什么？他先把我捧的那个先讲的我很好，好完之后再开始把我的他觉得我的缺点全部公审出来，然后我就给他听嘛，然后他就觉得我好像就是他已经诚心来道歉，我的态度还这样子，他就讲不下去了。不是啊，那、啊、你今天要好好来道歉啊？为什么？讲的好像都是你是委屈的那一方，啊，后来我就真的很不懂啊，然后也是有人说不要理他啦，就小妹妹嘛，啊，怎么不理？拜托。年纪小小的就这么会霸凌人啊，不处理一点怎么行？那结果后来他们那一群就事情越搞越大，就是什么像我的 low 啊，也被其他人开始删掉啊，就是感觉就有在那边传说什么，还有跟我什么相处的吧。就要把我好友删掉之类的，就是他们现在就是有二选一的时间。那时候是说你要加你有你只要有繁星好友就不准有我好友那种感觉。那时候夸张到这个程度。然后那件事情最后就是菜渣他们看到我好像就是一直闷闷不乐的，问我到底怎么，我就说没有啦，就是以前的一个。小圈子这样子霸凌我，不啦，就是排挤我成这样子。啊，是说没关系，有我们啊，就觉得会，当时就会觉得说啊，如果真的是最后还是跑到他们那边，会就让那一群人想说，你看最后还是跑去潘大大了吧，那种感觉。哦，好凝重哦，算了。
他们是小朋友吗？当时他们，当时几年前，也是7年前了吧？当时他们国中、高中这样子，再想想他们也都大学毕业了啊。什么时候认识喵哈的？什么时候认识喵哈的？因为其实当时喵哈还没有做影片的时候，他当时有跑来问我们，直接说什么可不可以画什么我们的图之类的啊？啊，那时候也是很热情说可以啊，如果你要帮忙分享的话，我可以帮你分享，这样子。难怪刚刚觉得这边怪怪的，真不该加那个。跟别人闲逛就要帮劳拉拍玄冰，我直接让他去涂一个蚯蚓一笔。哎呀，你还有一个月哦，加油！小红人好歪，现在好了，现在正常了，现在不歪了，有没有？这样就好了。哦，你是说水平线哦，管他的哦，来，老居你画。没有啊，我画画就很随便呐、啊，你跟我你要跟我讲正常比例，就不在我的台出，就不会在我的图里面出现呐、啊。对，我今天火气很大、啊，你们小心一点哦，你火气超级大的哦。刚刚已经先 ban 了一个人哦。真的啊。我早上有冰，我刚刚有冰一个人啊，干嘛火气那么大？穷可以吗？没有啦，就提到那个啊，就提到往事嘛，就觉得很不爽。其实我一直希望我可以把这件事情嘛放下，一直不要去理他。可是一直想想，就真的越想越不爽。我也是希望我不要做一个会记仇的人啊。那说记仇有什么好处？没有啊。而且记仇的话，唉，其实我以前也喜欢跟李子斌一样，就是画这种这样子的感觉，来偷学他。也不是偷学啊，因为我以前也是有这样画过，给你降火一下。我要用超级留言，你这样子我拿不到哦，你再拿1块钱。
我这样好像只拿到240吧。笑死！笑死！感谢老巨的超级留言。后来我才知道血流成河是什么意思。原来血流成河是指红色地毯哦。那天剪轻松，今天在剪轻松生存的时候，我轻松高效的时候，他说来那个聊天室的血流成河哦，是这个意思哦。哎，飞龟安安，好久不是好久不见。生气只是拿别人的过错来虐待自己，没办法啊。就看看这个酷东西，它可以把一堆有的没的人事物变不见。感谢雅思的500块，谢谢。好好好，感谢大家，感谢大家，我心情好了，我心情好了，真的好了。谢谢你们，我心情好很多了，谢谢谢谢谢谢。玩这些酷东西可以让人开心起来呢，我终于相信了。好啦，我真的没事了，相信我，我再提的话，那再给我钱就好。有啊，飞龟那时候认识也是因为在阿静台啊，那时候飞龟也懂很多啊，所以有时候看到有些观众在那边乱教乱指导，我就觉得哦，干。在教杀小的时候，飞龟就跳出来帮忙讲话，哇，醉啦！终于有会教的人，不是只有会教，也会管事的人。因为有些 mod 他还不懂，就是一些怎么讲，麦块怎么玩之类的。以后我有信用卡都抖给繁星，就以后再说。曾经我也讲过一个小妹妹，她现在是真的是主管哦。然后她当时就说要给我1000枚，她当时也是国中，那时候就是童言童语嘛。我说小姐钱很难赚，她说没关系啦，她说真的会给我。然后我这些你看我又在记仇了，这件事情我每次都在提，你看，找男朋友不能找一个会记仇的哦。那个广大的女性同胞，因为但是记仇，因为怎么讲，其实记仇也是算是一个优点，因为记仇表示说他会记下很多事情嘛，比如说你们在一起的纪念日啊，或是你的惊奇啊，我是不知道其他男生啊，但是我会去记啊。就可能说他今天可能火气会很大，就是跑去惹他什么之类的。所以很多那种什么测试什么男生说什么啊，你有发现我今天有什么不一样吗？什么之类的吗？跟你讲，对我来说没有用，我都发现得出来。那天吃饭的时候我就说，小雨你怎样怎样怎样，他说哦，我跟你讲。轩都没发现，你一眼就发现得出来这样子，对吧？因为怎么讲，我那时候跟人家讲啊，就是其实优点跟缺点是一样的东西嘛。为什么会变成缺点？就是你的优点太好了，太多优点的会变成缺点。好，就比如说爱干净是优点嘛，但是太爱干净是变成洁癖，洁癖是不是就变成缺点了？对吧？一样的东西啊。今天眼睛要什么颜色？绿色。所以我常会说，对吧、啊？而且你看哦，记仇他会想办法用1000种方式虐死你。后来发现瞳孔用白色真的也蛮好看。不要好了，不适合我。
小巨。后来那天呢、啊，我在跟懒懒聊那个，我那时候就是说，哎、欸，我之前在那个就是吃藏寿司那些啊，我都吃玉子烧啊，然后也是被老巨他们说很浪费钱，因为我吃了60多块、80多块的玉子烧嘛，就是吃了4-5盘以上。然后我就不懂为什么当时就说很浪费钱，现在想想，干、哦、好浪费钱哦！你真的是去吃寿司，只是吃个蛋跟吃个，等一下哦。感谢辛迪的会员，有兴趣加入赖群或 DC 群的话，可以截订阅证明到 Facebook， 会有小帮手拉你进群哦。啊，哎、欸，冰沙，你看有没有这个像不像你画的？没有，我跟你讲，我以前也是喜欢画像这种东西的，就是会加些像星星、爱心什么东西在头发上，可是后面就是越画越懒了，就说啊，随便啦、啊，能画就好啦。啊，对，然后讲到玉子烧的问题，就是玉子烧那时候就是花了哇，你看哦，你去吃个饭跟蛋就要花70-80块钱，我想想说，嗯，真的好亏，好不赚哦。我想想以后我就不去吃玉子烧了，要吃别的。对，所以还是去吃什么？虾子啊，鲑鱼啊，软啊之类的。我也是想说，那时候Joker也是骂我啊，你出老板，你出门就只是为了吃玉子烧，我的天哪、啊！啊，我知道，可是玉子烧好吃啊，我出来就是要吃一些没吃过的啊，也是讲一模一样的啊。我最喜欢加一堆图形，我也是啊。所以我那时候，我以前有一个图，就是那种小东西特别多，也都会加这种东西啊。像我以前的图都会加这个进去，加我的那个图案进去。然后现在图就都没有了，因为真的都懒了。讲求速度的时代，所以我现在不都懒得画。例如热炒店铁板豆腐，几块豆腐100-200的贵吗？不点起来吃的话，平常在家里弄出来的料理玉子烧也一样的意思啊。所以我现在不会再去点玉子烧了。之前都是跟他们出去吃，然后那时候啊，今天有个人生日，今天叫秀秀，他应该没有在台里。他就是每次都坐在那种回转寿司的那个里面，然后他都是负责帮忙拿东西的。每次你在看玉子烧经过，他就是帮我拿起来。然后我就直接开玩笑跟他说：“哎、欸，我有说我要吃吗？啊，你没有要吃，我拿起来怎么办？”我说：“没有啦，给我，我吃。”然后前天是老居生日。最喜欢整人，豆皮寿司感觉更浪费，自己做了一堆颜色。自己做会有一堆衍生的麻烦，什么麻烦哦？对啊，就是出去吃啊，自己吃还要洗盘子、洗碗，然后洗锅子、刷东西，有的没的。欸，我也是好后面有一些观念才开始有的，但我以前真的是好好小气哦，不是说小气啊，就是我觉得有些我还是到现在还是觉得花在我自己身上的钱都是浪费的，但可是出去有时候出去就是玩的开心嘛，有些开销就是你不要去计较。玩的开心就最重要啊！
这样花在布布身上的钱，我是花得很干脆啊。那时候结扎要多花五六百块的东西，我就直接豪爽的说好，就用这样子。可是还是觉得花在自己身上的钱不是浪费。为什么寿司店的玉子烧是甜的、啊？就是那个啊，加糖啊。还怎么不说寿司店的饭为什么是酸的？加醋啊。什么教主要结扎？布布啦，怎么我啦？布布布布要结扎。当时结扎的时候，我结扎干嘛啦？你看老居，有时候不对称才有他的美在，好吗？硬要讲，明明就是自己懒得画。软团的耳机是什么？白底青色的字吗？这样子吗？红反的耶，看一下、喔、好像是帮布布贴环保胶布，对对对对对，那种东西。熊猫团团，看一下哦、喔。黑底白字，好烦哦、喔！团团的耳机怎么那么多款式啊？我找到三种不一样的版本呢，还有自己画的版本呢。黑底白字，好啦，喵哈也是黑底白字，来啦，黑底白字，中间白的，好的，黑底，看黑底的话不就？算了，我被喂。这样子，白的，好了，以后要我教他画画的，我一律教他先学好油漆桶跟魔术棒，然后就跟他讲说啊，你学好了是不是？好了，恭喜你毕业了。我过阵子也要学那个啦，另外一个画画，那就那个懒懒在用的那个我已经买了两年，我从来都没有打开来画画过，哎、欸，我只是拿来登每日而已，登每日里那个他的代币。哎、欸，其实另外一款有更新哎、欸，我等一下还是先玩另外一款再玩炸弹，对吧？在玩骷髅，就之前玩过的、啊、一个也是像素地下城的，然后那时候我说我从来没有过，就那一次不小心就一次过了，靠着吸血在那边怼 boss。我涂色也都是用笔刷涂色，笔刷吗？对 ，CSP。哎、欸，他有吗？他这次新年有吗？看一下哦、喔。哎、欸，没有啊，没每日啊，不要骗我。我想说，我记得二月的时候没有每日啊，因为他十二月跟一月都有每日，就像二月没有。而且我早期也是用 CSP， 不过当时是旧的版本。那时候我想说，我一开始他那时候懒懒也是问我说，哎、欸。那繁星，你以前是用什么画画软？我就贴着给他，
啊，这就是 CSP 啊！我说啊，一样的东西哦。有啦，我已经拿完了，我已经拿完了。我要用我丑丑的字，写丑丑的字。我真的好不会写我自己的字哦，字什么自己字，我好不会写字哦，啊，愁死了。你什么时候开始养布布的？布布哦。布布养四年了，哎，布布是2017年暑假8月4号养，反正是薯条我养了8年了，哎，好恐怖哦。好了，对吧？是轻松高效的时候啊。内心的恶魔，另存心档。内心有个声音在使唤着我。轻松高效，大他家。我要丢粉砖吗？因为我的粉砖不知道为什么都会显示说，变成什么私人会员级才能看到的，我觉得好问号。画画好强，没有啦，更强的都在聊天室哦。看那个冰沙，十三还没出现啊，我画站错了。大家什么？内心有个小恶魔，哎，要我。薯条声音就好听啊，然后养了八年才确定薯条的性别是公的，因为养母的不可能八年都不会下蛋啊，就算有下也会下那种没有受精的卵，而薯条这八年又从来没有下过蛋，那老板骗我，刚才讲说我要母的，好啦，画完了。来玩游戏。来玩这一款。这款几天前改版。聊天室抽落大大。啊，也是因为认识你们啊，才觉得，不然我这阵子其实对画画好失去热忱。也是前阵子十月吧，那时候开始就是你们十三跟李子斌他们，当你有一个控制器可以与小狗，可以把小狗留在狗窝 ，Yeah， 控制器，所以我可以这样子。哦，
哦，真的可以耶，可是搞不习惯哦。哎，就是这个这款游戏。然后先把本传切回来，然后现在这个游戏它不是之前是看这个图鉴吗？然后看这边怎么合，它现在好像不用了。这一款对啊，这款有改版，搅完一下，真的不行，我们再换回来。来，一样选这一只。Tape 快速移动。嗯，我记得是跟他拿。然后，来宝宝 V， 你看，你滑鼠一上去，就有那个，就有到那个嘛 ，SET 那边有直接配方跟你讲干嘛的。好，拜拜，要走的拜拜。我想看啊，我还不习惯的话，我再换回骷髅。然后它关卡好像都有小更新。哦，等一下，我骷髅玩习惯了，操作不想二段跳，而且钱要捡干净哎。啊！这种像素很可爱，对啊，所以我才爱玩。瀑布是母的啊。大虾，火箭发射器，嗯，啊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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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我 get 不到泰拉瑞亚，泰拉瑞亚。之前看教主发那个泰拉瑞亚的那个太空人，然后里面一朵玫瑰花，那个超好看。什么泰拉瑞亚朵玫瑰花什么东西？哦，那个是那次改版的啦。那次改版泰拉瑞亚就是有那个那是时装，我觉得那很好看。那个是观众投稿的。
在欺负窟窿，还没啊？我拿了什么？看。就像你们要理解，因为 不一定每个实况组喜欢玩的东西是一样的啊。魔弹器装备远程武器，抱歉，欸，我把这看成血条，看错了，原来有血条在上面，我快死了。我有猜到连新手都过不了吧？哭啊！亮亮亮！是硬币呀，才不想拿。哇！阿彪，阿彪，啊，按完了，有饭，打 boss， 威力暴击，暴击，暴击。啊，现在 boss 好像打死之后啊，他会有三个东西让你选，好像是补血，补血，改造。气跟一把武器，三选一。啊，白痴！我当，我想说难过，我在干什么？因为那个骷髅冲撞有那个无敌时间。哎呀，白痴哦！我用冲撞去撞怪啦！啊，完了完了完了！我换游戏了，好菜哦！啊，对，这边就三选一嘛，这是获得武器，不知道干什么的，然后这不知道干什么的，看一下这个好了，这是干嘛？嘿。哦，对啊，这个是问你要不要吃，好像，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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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我知道这款没有啊啊。我要换武器，有没有好的？好了，这把了。就或是不同游戏的开背包，这游戏开背包是 V 耶、欸，真是很北七耶、欸。然后游戏是 V 是开背包，换 I 不是 I 就是 B 不是吗？然后虽然我会习惯按 Tab 打开包包或 ESP 打开包包，开大威利亚斯 ESP。他小，这个会受伤。这游戏怎么了？有我，好怪。啊，臭了，你在哪里？泰拉玩九 ESC， 对啊，就我当时玩乐曲七的时候，在合成的时候是打开 ESC 在玩。太高五，哦。好，先走的，拜拜。不行，我等下玩骷髅了，不会玩这款了，很多难玩啊。会满的啊，不用急。
买的。Hello Hello。狼嘞！是什么？会有什么？还、啊、是道具吧？宇宙心脏。嗯我有你，你是谁？哦，我干很恶劣耶。挖土喽！哎、欸，新的哎、欸，史莱姆哎、欸，哦，白痴哦、喔，我拉到画面了，等一下、喔，这里有这把武器空中不能用啦，他是真的要挖土啦，哦，因为他不是有一个袋子吗？如果跟这个袋子一起使用的话。它就可以在空中用哦，很合理啦，我想说怎么跳起来拉不了，
先受伤再补血，休息一下，这个广告。是哦，是土哦。冰草羊。哇！找不到酒馆，这样都浪费了哎。白痴哦，还是想要冲撞啊！酒馆，我是拉到四窗，等一下哦。饥饿度都浪费了，他每过一关会耗饥饿度，所以越早找到酒馆越好。到了今天那个放肆理想乡改版更新啊，不改版更新，我感觉懒懒应该还好了，因为我们他其实如果真的要更新很多，懒懒才会想玩。哭啊！拿错啦！消炎什么了？哦，消炎不提醒你开台啊？能不能灌家啊？哭啊！小林，那个可不可是开在你家哪里啊？我想说，如果等一下我出去，我等一下去交网路费啊。啊，有趣的话，我再去买看。嗯，这里一万安安。挖土少女那克，哇哇哇哇哇哇，白痴哦，我要就想撞啦。
够了哦。两个莱尔富中间，是靠马路吗？靠那个淡金路往淡金路那边走吗？啊，这是什么？很起背包，新东西耶、欸！跳跃，按住空白键和使用喷气背包。呜、啊，新东西。嗯，绿豆糕，哭啊，不是哭啦，是什么？哎、欸，我都不知道是我变强了，还是真的关卡有变稍微简单呢？因为它其实说有降低难度。啊，我觉得难度好像是没降啦，还是有点硬欸。啊，吃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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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夹头啦，夹头到啦。所以我等一下要出门一下下。啊，这个是好东西，魔法放大镜有多好嘞？你看有没有变大了？哇！所以如果开局刷手抽的时候刷到这个，就可以直接开局，不是没有用哎、欸。也太浮夸，没有，你看啊、哦，哒哒哒哒，有没有变大了？变大了，变大了，就是那个啊，投射物变两倍大，所以很多刷手抽是刷这个的。哦你，哦你哦。东土啦，土是不是变大了？是变大啦，这是投射物两倍大的东西。等一下、哦，我会一直拉到上面的框框啦，哭哦。哭哦，不是哭哦，是哭哦。报告，报告，报告。小柠檬，哎呦，原来你叫小柠檬啊！你什么时候这么可爱的名字了？啊，哭啊！魅魔，魅魔来吧，魅魔。啊，哭啊！煮了，我觉得有变简单吗？我觉得变比较难一点点耶。这是一种互相伤害的感觉。经验给好少哦，以前到这边经验给超多的啊。我重点天赋了。
狗狗，有没有狗狗？建设，没有建设。训练。好，好，就这样了。我们换骷髅，快到大概两点吧。也不对哦，我想一下，我要开到几点？我两点关台去汇款吗？不是汇款啊，去缴费吗？也是可以的哟。陈叶萌。哎呦，好啦，感谢今天有花钱让我开心的你们，飞龟老居还有雅思，谢谢。啊，欺负完骷髅，换用骷髅欺负人了。教主吃午饭了吗？当然没有啊。然后在刷的过程，早上啊，就是在刷的时候，打到第二关的时候，遇到牛魔王的那个牛头人的骷髅，就好吧，那就用牛头人啦。然后昨天晚上要睡觉的时候，把那个恶灵骑士也升上去了。我刚刚是不是道歉？我们关键词。什么关键字？你说开心吗？没办法、啊，那事情真的很气人哦。我在考虑说，我都讲出这些东西了，还能不能放记录档出来？感谢杰云的超级留言。他不是说不用超级留言的，因为超级留言都抽成太严重，啊，你怎么还是用超级留言？有人说要抖内开心吗？哦，是这个吗？不是，是，是啊，你没有跟到早上，你没有跟到稍早的，因为那时候在聊那个啦，很不爽，啊，不爽怎么办？然后就是用超级留言让我开心啊，啊，教主不气啦，不要回去想那个。看看这些酷东西哟，看得很开心。只是晚点要继续开台看酷东西。那就回到说开台这个东西好了。要讲什么？就是，像开这么勤嘛。主要也是就是讲那个啊，那时候讲那个 YT 的演算法。那演算法这个很白痴的东西，又害我怎么讲？就说像寒假不像寒假一样。这件 Amigo 吗？有吧？哇，太鼓溜了吧！过去，今天没阿米狗也没关系啊，就我开我自己的、啊，反正其实还有很多游戏可以玩啊，只是我懒得玩而已。怎么讲？就真的是
啊，怎么办？没有游戏耶。然后你的那个Steam有Steam里面的游戏在哭，这样的感觉。啊棒！Steam的游戏哭就说 ：“Hello， 我在这里，有看到我吗？”那种感觉。网路怎么了？爆了吗？这打好慢。开奖！我刚算卡了一下哦，要我。我重整看看啊，明安安，然后我看到一个成就啊，是看别人的那个啦，精华看到的骷髅。有个成就是无伤打赢最后我为王。哦，什么烂成就啊！应该说都有无伤打赢各个王，只是那个真的要靠炸弹兵欸。什么东西会自爆啊？哦，这个哦，棒！我踩！啊，不踩！我的意思是，听说今天好几个都休息，所以不确定晚上有没有玩米狗。哦，我也不知道欸，因为现在阿米狗现在大家作息都是几乎是相反的了，就是白天醒来的人越来越少了，感到好恐怖哦，白天醒的人越来越少了，我才。像这一关我就很讨厌，我蛮讨厌打这一关的，打完这只树王，然后会生两只毒物的，像这个打。快吧，没有，又没有。对啊，所以我现在作息偏现在算正常嘛。然后啊，有啦，就是巴发跟那个哈记现在白天都会一起开那个 Apex 嘛。
穆斯林世界，怎么了吗？哦，不然就是我观台的时候会在看那个木棉花，那个捷云木棉花又开始播九九了，没有。以前夜班的时候，白天真的就是睡觉的信号。可是有时候大夜班真的是，你跟他讲说你今天上班的时候跟明天上班的时候，真的是会错乱你。因为我那时候也是做大夜的时候，我说啊，你今天休假、喔，我说今天啊，拆掉，狼人，我现在都直接换了，直接选开心的。哦，那不过之前夏木看得很爽，我夏木有人葬吗？完了，哦，伤害够吗？伤害够吗？伤害好像够哦，不够。you
喂？来吧，没有，又没有。好了，好像可以闯一下第三关。不必翻关啊，第二关。不过提起过年，不免再去看，感慨时间。唉，我好老哦。咱们这招真的是吸力很久哎，主要是因为他杀了之后可以回血。我好久哦，雅思不是很年轻吗？雅思不是很会喝酒吗？哪有年轻？您贵庚？啊，不然说你属什么？没有啦。哦，所以你年纪很大哦，我以为你2526嘞。六。快三字头了，我已经三字头了，不要，敢去妈的！是他小，是他小，我已经三字头了哎、欸。反正叔叔，对啊，所以路上人家说叫哥哥，我都说啊叔叔了啦，什么哥哥？还说什么啊？但是叫年轻一点比较好听啊。我说没有哦，我不喜欢听客套话。大小，哎呦。没有，好啦，打了，不打了，刷了，刷到两点，你快五字头了，真的假的？真的假的？你认真吗？哇，那你可能是兔窝里面年纪最年长的了，哎。没事啦，我这个外表也都是被说像大学左右啊，啊不是啊，啊出社会的脸反正就是差不多是这样子的脸啊，对不对？嘣。
Hello。哎，刷不到，我要降世集器了哦。各位，可以帮我加油打气吗？让我们抓得到炸弹兵。哦，想我是觉得没用。啊呜！加油，繁星，不要！哎，刷了三天了哎，我是想要一个好的游戏体验而已呀、啊，打肥事呀！要去啦！打肥事呀！你女儿20岁了，哇哇！那你会担心你女朋你女儿不是女朋友，你女儿交男朋友之类的？应该也担心过头了吧，因为毕竟20岁交男朋友也都是15、16岁的事情。我没有企图，我只是担心。因为布布那时候被其他公兔骚扰的时候，我就很不爽。然后反而是就是布布也很不爽那些公兔的时候，就觉得哦好爽哦。因为那时候带去剃毛，有公兔想要闻它，然后布布就很不爽，又去凶那个公兔。我说哦凶得好，凶得好，凶得好，凶死他们！我这个超开心的。会不会玩姜饼人王国？哎、欸，我是他们阿米狗在场唯一没有玩的、欸。打肥事呀！不会啊，我还鼓励，真的假的？你希望你女儿早点解脱吗？不是解脱啦，早点摆脱女儿。教主好像说过不玩手游了，有原因的啦。因为我就是很怕在手游上氪，哎、欸，我在游戏上氪金会比团团他们还凶哦、喔。所以，我曾经一度没有钱，就是因为玩手游玩到没钱，而且那时候还是信用卡出问题。然后一出问题的时候，都是点点帮我解决的。那时候只是想刷1000块就。当时啊，很早以前没有钱的时候，就刷到了4、5千块钱。
二十还没男友的话，我要担心以后被当个 YT。他有没有生小？来教主氪金大佬，所以我才不想玩呢、啊。因为我当时玩那个子母 land 啊，我氪太多了，我真的是觉得我那时候是杯面，那时候玩的时候杯面是最强的角色。结果我忘记子母这个游戏都是下一个版本的角色永远会是最强的，因为我就拼命，我那时候他没有保底 SSR， 直冲没有保底 SSR。然后我那时候玩的时候，十抽就十抽而已，不会十抽多一抽这样子，多送一只。然后我那时候已经花了已经4000块了吧，就想说啊，都已经花下去了，氪到有为止嘛，就已经花了花了多少？花到了8000块的时候，发现说啊，完了，真的抽得到吗？我就很好奇。结果那时候花了下来花了20000块，还是没抽到。然后那时候就跟点点有点吵架，因为他觉得我在这个游戏上花太多了，这已经太过头了。然后那时候是有接工伤，然后有赚回10000块这样子。不是那时候就是想说，都已经花下去了，就是要抽到有啊，你们一定也会这样想吧。已经花下去了，但是要抽到有为止啊！啊！快点，快点，快点！哦，被射了！别忙去，波波。那以后是要叫你欧元爸爸。我经常花更凶，之后就没有办你就不算。对啊，所以那时候觉得很恐怖啊，所以我才会很不喜欢像信用卡或是悠游卡这种东西，因为我那时候也是跟人家讲说，我不喜欢看不到的钱。就是我喜欢现金支付啦，不喜欢信用卡。还是没有。对啊，可是就觉得用现金支付让人家感觉出去吃饭还是什么，用信用卡看起来好多、都是用提款卡，然后设定每日高消。可是，就是有时候会有那种，不行，要氪下去，一定要氪下去，对吧？不是，是否？我现在要魔攻。
对啊，我觉得真的要花钱的一定都花得下去啊。那你现在的信用卡还信用卡？我信用卡，你是跟我讲毛毛是谁？毛毛是我们认识的人吗？还是你们认识的人？所以我才会办一个账号专门来拿来抖内的哦，难怪。打错别人抱歉啊，你明天开始至少要发23个红包，哇哦，酷耶，酷耶，好惨，我都是领红包的那位。我也想当领红包的。我出社会现在唯一领到的红包就只有超级留言。这是你们的，感谢你们的超级留言。想起之前为了抖内开线上刷卡功能，一周之后就想要封。每天港币100块，我现在早餐开销有够夸张的。我现在早餐前阵子不是吃不下吗？觉得还好，因为有一天吃有点没吃。现在我现在早餐是早餐店的薯条两份，还有一个鲔鱼蛋饼跟红茶，要115块钱。哇，好恐怖哟！来把五删掉。我有又要用小骨过关了吧？我刚没吃饭哎，白痴哎！最近这个游戏我都不再吃饭了哎。教主二十八也分你的哦，谢谢，我红包、哦，太好了，我有红包耶，我有红包耶，不是啊，那23个里面有几个我认识的啦，这样问会不会太明显了？回满了，去哪里？
等等你算算不用啦，要晒我要晒吗？有欸，那我把它关掉。忍耐忍耐要晒，好像轮替我。要煮一餐早餐就抵我两天的开销，哇，你这么省哦！不是你，哇，你一天两天一百多，所以我才担心我出去住把自己饿死啊。可是最近又想真的想出去住了，住台东。原来是要红包呀，白痴哦，感谢阿亮的抖内，等下打王啦，趁着偷懒时间来看台。天安安，家里煮的真的省很多，有时候早餐店就是哦，你是这个意思哦。对了，我跟我老婆来开始看 YouTube， 就是被我女儿荼毒 UHC 的啊，所以你女儿认识我咯，应该说知道我咯，不是认识我。我知道啊，怎么会不知道，烦心耶。哪个换掉啊？对吗？30%哎，欸，不行啦，打到这边还没有刷到。斧头都100个了。炸弹兵嘛，我那时候就是用记得以前玩魔兽世界抖7500块当材料费，是当时玩的那个吗？是我们当时在玩那个吗？那个经典服吗？
哦，魂术哦。嗯。哇。哥包包材料费，说到魔兽世界，想到去年，现在家里第一次才听，根本就没在看。前天 PS 七上架啊，哇！他要生出来啦！结果。没有，我要换掉了，我后面不想打了。44分了，哇，今天开台吸收了好多知识哦。觉得那个炸弹兵真的是玩这个游戏的一个其中一个成就，哎，应该说每个玩家都要体验过一次的玩法。我踩，我再踩。广告，广告什么东西？好，不广告。为了教主，你的账户跟手机连接吗？就是如果有人汇款给你，会收到通知吗？会。就是如果你是那个账户的话，会有。那、啊、我要当跳跳忍者。跳人蛇没有，哎、欸，我猜。
哦，然后这个也没有哎、欸。加工，我要跳过去了，不用跳的。我成就是踩死几只啊，好好玩哦，哦好难玩哦，哦还有个猎人的鞋子，如果抽到的话就真的是屌了。更新好像改掉了，改掉什么？当你只有个头无法从，啊、哦、真的假的？啊烂东西，我玩不了了。啊，没有体验到欸。他什么时候改的？不要跟我讲说昨天哦，我昨天还在刷哦。啊，哭啊！哦，那是我发现这个玩法之前，之后的事情，所以白刷，对啊，我这三天白刷了，哎，天啊，这三天我在干嘛？哦，那这样子，鬼王的成就怎么玩啊？阿旺，你怎么没有早点跟我讲？好啦，我们这几天在干什么？白宫真是白宫哎、欸，完了，我要难过了，快给我钱，没有了。啊！天哪！那我这将近有十个小时都在刷这个哎、欸，有两个头，可是两个头效益不好啊。他是踩得了哎、欸，还是你，还是你，还是你，他怎么可以改掉这么好玩的东西？哎，难怪我，难怪我每次都是拿到。有投入的时候才刷得到。可是两个炸弹兵不可能啊，不可能会有两个炸弹兵，不是吗？我有两个一样的头颅啊！啊，让我好难过、哦。
我是真的很难过。还好阿旺你有来看，不然我还在。我踩死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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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靠腰。啊，没有体验到，就那个玩法真的很好玩哎、欸。不行，这样玩会死。不然明天又继续刷下去了。对啊，阿王怎么不提早过来？你是什么时候发现的这件事情？我不知道跨年就还在这边玩。哎，因为有个阿王有个成就是无伤打赢伪王，你敢相信吗？刚才发现哦，听说你说刷这种元素，现在该不会更新之类的？有啊，我知道啊。好难过、哦，辛苦这么久，好呀，不错啦。我猜我是快乐的胖子，我是快乐的胖子。胖子长大啦！哈哈，好爽哦！无伤打赢促进成就后，就想到应该有这个了。对啊，我姐妹有差点无伤啦，最后摊了一下。让我死了吧，让我死了吧，不想活啦。欸，想让我死吗？不可能，我重来。踩乌龟啊，没有啦，那玩法玩不起来啊，那个不会有控场。我现在好失望哦，好绝望哦。
哭啊！我要带着这份难过去交房租费狼吗？对啊，这也玩过了啊，牛头也玩过了。看看可不可以刷到法师吧，白色的法师。他说教主不吃午餐哦，我现在这么难过，我怎么吃得下？感受到我的难过吗？好忍者啦，看看我们可以撑到第几关吧。被用小骨洗礼这么多场。要嘞，把蓝人换掉。
哇，很容易打我。哎，我的卡被锁了，短期间你发生什么事情了？安安，等下关台了，等下应该也是。等下应该是几点啊？丢啊丢啊！哎哎。这个锁卡成就解出来的条件是怎么达成的？就是挖爆就好了啊？还是我想的太美了？也太美，尽管再危险。变五次了，难怪觉得次数变少。嗯，嘣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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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你们这群臭婆娘！平安安，魔法攻击力，哟，哇！想要说爱怎么说到尽头，哦吼，来吧，靠呀，怎么开在上面？啾，又放错边啦！
好。啊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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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敲你！酸喔！啾！一个。预借但短暂交易次数太多哦啊我是要这个啦因为来得及吗这也是23 23好啦改这个看看我忘记这只我没有有没有到后面过欸等一下哦长按可以啊不用技能按住哦这样哦哦难怪觉得那时候怎么看不懂他技能光他小万象天影真诺天真这个嘞哦干 CD 都超级久哎我哭了我啊真的要咻咻咻还补屁血啊补嘿嘿没关系我们有的是时间哟哦死光了欸死给猜了猜了猜了这教主你今年过年开台的时候还有那个过年不骂脏话的心思吗我去年有吗我去年不就是照骂吗我去年有骂吧而且如果真的过年玩的话怎么可能不骂脏话他炸全场吗我觉得好像是欸看一下哦、喔、试试看金辣天生啊靠腰啊、喔、不是欸陨石好像才是欸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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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走开哦！我疯起来，连我自己都怕哦。我很爽哎！走开哦！啊，反了啦！可不可以咏唱快一点放
脚印石，走开啊，走开，走开啊！好棒，没有动。至少好像有点好玩耶。我还可以跳耶，太好了！哈哈。你去年没说，至少在看台的时候。你前年玩 ATN 哦 ，ATN 哦，好怀念哦 ，ATN 是前年的事，真的是哎。那时候就是没有事干。棒！你在补啊？感受痛苦吧！哦，我要痛苦了！来来，一起痛苦，痛苦！哦，还可以瞬移耶，那就还好啦。我来扛你咯。有耶、欸、来得及耶、欸、啊这可惜啊我不有没有魔功的移动速度哎呀换一次多少啊我刚发出什么声音啊每隔四秒只用技能射我要拿这个、欸，拿这个，哪个不要、這個？哎呦，我拆掉了，不，刚那个啊，拆错了，那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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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只叫什么啊？大魔法师吧，大魔导师。感受痛苦吧！啾，有没有到炸土欸？隔壁还有一些，唔通哦。感受痛苦吧，好饿啊！你的留言是不是被拦截了？你拦截什么？杰克的就是在 ATM 被你开成粉红色，你就只有讲这句话吧？还有吗？要被吃掉的吗？好，我比较喜欢打这一关，这关在上面等就好了。哒哒哒哒。在等什么？什么都觉得。原来你是我的第八个。我换金水呀、啊，阿丁。好了，来这边了。啊，开心哦！76只角色。咦，舒服。而且这一只是我第一个拿到的30块的角色，更帅。
来吧！怎么少？哟！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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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喂啊！哎呦！哇！看嘛，看嘛 ，baby， 看嘛！我就静静地看着你装逼。哎呀，怎么可以在我咏唱的时候这样的？哎呀，敲死你！嘿嘿嘿，哇！我没有，前面是想要就随便乱玩，那哪知道？因为现在在收集所有的那个啊传说。来吧，也成就咯。有了，解锁成就深渊，嘿嘿。陨石掉落自身附近造成魔法伤害，依据专辑时间数量增加，精神时间小军是然后前方哎，然后往看咯。哦舒服，有更大吗？哎、好，不错哎。阿旺，完了啦！强啊！那也要抽得到啊！所以，我本来今天下午也在犹豫，对吧？今天早上在玩的时候也在犹豫，说我要先练哪一个？我还有那个石像鬼还没有练到。听说这个不要下去就可以过关了、欸，哦，好，光了。这个只要不要下去就可以直接过关。包魂，包魂好像不错哟，不错有哟，没有用，嘿嘿，阿旺，我好像很强耶，阿旺，没有，上次石像鬼有练过，但他太让我失望了。
哎呦！哎呦！我不敢走。哎呦呀！我好像比较长哦，我以为这只很雷欸，没想到，好玩，真的好玩。来集气集气，靠腰，蓄力有点，好像可以哦。一起玩，物理增加，我要金水，我要加魔宫的金水。哎呀，哎呀，被打到了！救命啊！啊！我想，哎呀，啊，扣一下，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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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只好烂哦，我刚才拆掉，哭啊！这是加工技能速度，那就这个啦。没啦，干什么？啊！以后看到这只，我要玩这只了。天啊，好好玩哦！
哭。我在想说要换小只的跳这个，那天、啊、算了啦，算了啦，都这样欺负我啦，好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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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戏啦。技能加速会影响下面那条速度，真的假的？有吗？我是知道那个啦，那叫什么炼金术师的那个会影响，这次我不知道哎、欸。然后没有什么影响，屌屁呀、啊！哦，快来一场冷水澡！射错边，哭啊！永昌比较快吗？不知道哎、欸，有吧？我该归哪？我觉得我们差不多了啦，这只我是没有指望要到后面，因为我觉得我的魔攻好少哦，魔攻加的好少，运气不是很好。啊，我怎么没有那个牙齿啊？会吸血的那个。换这个，眼睛痛，先退了。好，辛苦了。哦，眼痛啊，眼睛痛，睛痛。
心痛的快乐分分心。哎呦，哎呦我的妈！冷却技能，真的吗？我觉得一样快、欸，不高，很伤害。啊，这是什么？挂吗？哭啊！又破边啦！陨石，快下来救我！我想要牙齿，不然不能回血。很威，很威是很威啊，那就很慢啊。又错边了。阿旺，你有看一下哦？你看那个我们 buff 区有没有一个最右边那个加一个四？你看哦，吃下去哦，不见了。好喂、欸，好喂、欸，好喂、欸，这只哎。
拜拜。哎呦喂啊！我又更强啦！但是我快死啦！感觉直播完，快直播完了，没有，其实已经快，刚刚就该完了。哎呦喂！戏咯，有没有补的？没有，我的天哪，三点不是三点哪、啊，这一滴血 ，Holy， 谢谢。这个真的很烦呢、欸。总在人群中间，没有，不是打完了吧？啊，这关就好了。哎呀，这一场。你看，如果现在有那个牙齿可以吸血的话，哎，扎在上面哦。怎么一直受伤？为什么？你凭什么打到我？你凭什么打得到我？
什么东西往下来了？哦，好啦，各位，我们要结束啦，翻台喽！被这个火打到就死了，行不行？呜、哦，有了，可以吃补了。干补补那几趴是冲啥水？我们牙齿又牙啊，没有没有牙齿，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我们就到这边了，各位晚安了，感谢各位今晚的收看啦。这三趴是三趴三 D， 他剩三 D， 不要盯，不要盯，不要盯。今晚，对啊，今晚，今天下午的收看，各位，各位，这边是要走到底的啦，哭呀，哭呀，呼呼呼花两点，没了哈，你完蛋了你。对不起，对不起啦！我狗，我个头啊！要被 boss 虐了，我，你们觉得我要直接离开好呢，还是被 boss 打死好呢？直接离开的话，我是魔石那些都在，然后被 boss 打死是增加一次死亡次数。被打死好了，伤害还好哎、欸，哭了，好啦，就这样啦，我要出门了。好了，感谢各位今晚收看，不，今天下午收看啦，那就到这边喽。各位晚安，各位，晚点见嘛，好啦，晚点见哦，啵啵啵啵。